蛋哥、吴宇坤、山聪哥哥，你都唔认得，我信错你啊！十八年后的终极告白之中，成日见到班主角的少年版和中年版互相穿插，究竟这班年轻演员对一众前辈是不是这么了解呢？ CCTVB 就找来他们两人一组，集合了剧中主角的陈年旧照，看看几位年轻演员估不估到谁打谁啦。何远东、啊、那个样子是想说话 我准备去吃东西了。何远东阿东、yeah! 这个我找到杜大伟九龙的喂蛋哥好似吳宇坤，我覺得係，我覺得係山聰哥哥喎。佢唔會咁肥啊嘛。山聰哥哥係吳宇坤。哇！咁似劉夢紅，呢個一睇就知係阿東。何遠東，咩難啲啊？咁似 P 個嘅啫。呢個孫中山嚟㗎。你又從佢係啦，從佢張嘉華哥，因為黑白，因為黑白嘛。嘉華哥，呢個嘴好難錯喎。秀慧姐姐，楊秀慧。有霸氣喎，嗰、那個何子一定唔會何遠東，唔會啊。杜大偉三歲定八十啊嘛，係咯，佢打拳噶嘛。山中哥哥，山中哥哥，潘之文，你點睇得出㗎？哇！呢、這個背景咧，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嘅學校景嚟嘅。八十年代讀中學，而家幾多歲？中學咩？我以為小學嚟喎。哦，仲衰。潘之文，江欣燕姐姐。江欣燕。姐姐，呢志文，但同頭先嗰張相又好似唔似，好似有啲對比有啲大喎、啊。黃志文，哇，咁似阿蕭嘅，因為嗱，佢隻手指，佢隻手指，佢隻手指，係啦，佢隻手指都係 keep 住有個一字嘅。係啊，係啊，一哥一哥，山中哥哥，呢啲係咪日本明星嚟㗎？杜大偉，杜大偉條尾有咁粗咩？邊度覺得佢條永寧？彭俊賢呢個起碼係再耐啲年代。B 哥咯咁，四哥，啊，龙大哥啊，龙哥哥你都唔认得，陆海威，因为我见过呢张，丹爷个仔刘海威，哥哥，啱嘅，几啦，龙哥仔，都系丹爷个朋友，丹爷个朋友个仔，个仔，系帮你斗翻，系边个你讲啦。山哥，哇！山聰哥哥啦，佢個笑容加埋佢對眼，同埋嗰啲假底毛，太靚仔啦，靚仔。陳山聰，耶、yeah, ！圓滿結束。